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。大家看我身后，像不像是个公园？其实不是的。今天我们来我老公的一个朋友家玩，他这里特别大，今天带你们参观参观。老公，你看，这个就是他们讲池的绿化，漂亮吗？好漂亮啊！搞得像公园一样哎。还有凉亭。不会吧？这是他们的绿化。想象不出来。说是他们的庭院，他们门口就在这里。你们看，这里有凉亭、假山，还有小桥流水。你们会想得到这是一个小区吗？感觉像个公园。老公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他这里总共多少一个平方？总共多少不知道，反正一块要1000多万。这么贵啊？对，有700个平方。哇，贫穷限制我的想象啊！走走走，我带你去里面参观参观。哦，那是他们家门口。嗯。我们现在到它里面看一看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它这里还有游泳池啊。这个泳池我听我朋友说，就建了80万了。就这个游泳池要80万？啊、很温的。很温的、嗯，我不信，我去摸一下。哇，这水是温的哎、嗯，好大啊！这个游泳池。漂亮吗？漂亮，我还第一次见哎。走，那我们小花园哦，那里还有一个小花园，给大家看看，好漂亮啊！它这里古色古香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到里面去看看。那我们到它里面呢？这个就是他们客厅。他们的客厅好大呀，那是水晶灯啊。这个还大，等下让你看到一个更大的。是吗？对。你来过是吧？我来过啊，我肯定来过。它这里好漂亮啊！这是他们的餐厅，餐厅、厨房，厨房，这是后花园，来看，哇，还有鱼呢，后花园好漂亮啊，还有鱼，这鱼好大呀，听说这个鱼好像买了好多钱啊，对啊，我们你看，他们还有电梯的，我们就走楼梯好了，好，我们走楼梯，太高档了，还有电梯，现在我们去地下室看看。是给小孩玩的音乐，音乐室。对啊，哇，架子鼓、吉他，设备好齐全啊！我们现在去下面看看，它这里有好多东西啊。嗯，这边其实它从自己车就停在外面的地下室，直接进来就很方便的。啊，那边停的是地下车。我们只能停在外面。嗯，我们到地下室，哇！好漂亮啊，这个客厅真的好大、啊、这个地下室啊，还有台球，这里可以打台球啊、嗯、这里还有什么游戏，玩游戏，健身，健身那是游戏机耶，对啊，第一次见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可以不用出去玩了，好漂亮啊，这是天井，你看这是天井，每个地方都有树，而且这些树都不便宜的有钱人啊，真是超出我的想象。哇，好大、啊、他那个桌，好漂亮啊。这边是电影院啊，还有电影院啊，去看个电影呗太美了，这里我都不想走了，老公在这里多玩一会儿嘛，反正现在还早。